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嗨，欢迎来到贝乐医院，我是贝乐虎医生。不知道今天会有谁来看病呢？哦，嗨，贝乐虎医生。你好，救护车安琪。有人生病了，我想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农场动物们本来要去度假，结果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。救命！天哪，快把病人们送进去吧，今天的治疗要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选择一位病人吧。小鸭子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嘎嘎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去度假，嘎嘎嘎嘎。嘎嘎。哎呦，好疼啊。可怜的小鸭子，你的翅膀擦伤了。我们一起为它治疗吧。首先，我们要给伤口消毒。应该用哪种药水呢？有了，就用这瓶吧。嘎嘎，这瓶药水看起来好奇怪啊。对不起，这是辣椒水，不是消毒药水。有谁知道应该涂哪瓶药水吗？什么？你说是这一瓶？那我们试试吧。哈哈，消毒完成。现在我们需要把伤口缝起来。伤口缝好了，小鸭子，你真坚强。最后，我们要在伤口附近贴上漂亮的羽毛。哦耶，治疗完成，谢谢你们。让我们选择一位病人吧。小驴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喵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去度假，喵喵。喵！啊！我的妈呀，好疼啊！可怜的小鱼，你的脑袋被撞坏了。我们赶快给小驴治疗吧。小驴的头在冒烟，我们得先帮它降温。现在涂抹一些药膏，让头上的大包变小。这个包太大了，我们再多涂一些药膏吧。太好了，大包变小了。最后选一个酷酷的创可贴，贴在伤口上吧。小驴，你想用哪种创可贴呢？哟，我喜欢青草的图案。治疗完成，大家都做得很棒哟。
让我们选择一位病人吧。小猪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去度假，我的屁股！可怜的小猪，你的屁股上扎满了刺，我们帮小猪把刺拔掉吧。好脏啊，我们得先把灰尘清理掉。现在我们得把屁股上的刺拔下来，小猪可能会有点痛哦。我的尾巴！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。刺全都拔下来了，在伤口上涂抹一些药膏，让伤口好得更快。凉凉的，好舒服。最后，在伤口上贴上漂亮的创可贴吧。好多图案啊，太酷了。哦耶，治疗完成。你们真是合格的小医生。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跳跳舞。哟吼！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跳跳舞。哟吼！你感觉怎么样？已经不再